会比较多，大家一定要不要忘记点关注了，不要点关注。以前是干相声的吧？可能是去过德云社吧。单身不重要，重要是我喜欢你这。谢谢大家没有点关注的，点一波关注好不好？几弟的，几弟的，我不知道呀，随便买的，随便买的。大家没有，大家专业哦，原来是老师呀，对，是老师。床大小，床的话是2米的，宽度1米5，宽度1米5。点赞到6万，主播给大家去唱首歌好不好？给大家唱首歌呀。怎么不穿袜子？穿了袜子的呀，穿了袜子的，大家有没有看见吗？上衣袜子5D 应该是吧？应该是的，应该是的，忘记了啊。教会了让我喜欢你是吗？你们的小嘴可真甜啊！中午都吃的啥呀？保证6万，大家没有给主播点关注，点一波关注好不好？点一波关注的，脚底袜子破了应该没有吧？应该没有吧？大家可真担心呀，可担心的可真多哟。可以看一下，我这个床铺这边的话，还是有带咱们的这个叫什么，有个窗帘来的，就是能够保证到我们正常的一个隐私度跟这个 隐私度，还有咱们的这个。谢谢，大家 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一波关注啊！主播喝口水好不好？因为你太甜了，谢谢。自己的号叫什么？自己的号叫小高老师，后面带个彩虹，大家可以点一波关注哦。40的脚码吗？我的35码的脚好不好？35码的脚很像王珞丹，咱不是王珞丹啊。这个角度很好，光脚丫子不要6万了。我们给大家去唱个歌吧，好吧？大家有没有想听歌曲的？想听的歌曲可以给扣在咱们弹幕里面，好不好？叫小高老师啊，叫小高老师，大家可以点一波关注啊。大家有想听什么歌曲？想听什么歌曲？扣在咱们弹幕里面，好不好？小高老师来的《葫芦娃》，脚底怎么看一下？那可能要让摄影师趴在地上吧。是的，刚刚没有点关注，点一波关注，加个粉丝灯牌，好不好？有一个确定买不起，这个价位的话，60几个 W 就可以带回家了哟。袜子怎么卖？袜子不卖，袜子咱不卖的。听，恭喜发财，恭喜你发财，是这个吗？快趴在地上，袜子不要洗，肯定是要洗的呀，肯定是要洗的。大家没有点关注，点一波关注啊！不要忘记点关注了，加个粉丝灯牌支持一下主播，好不好？上点关注，下点赞的哥哥们，咱们出门都赚500万，茫茫人海遇见你，咱们把爱留在弹幕里，一起在公屏里面互动交流起来，送一送小心心，支持一下主播，加一个粉丝灯牌，好不好？不穿袜子不能吗？穿袜子了，已经穿了袜子了。袜子落地多少？我希望50年以后是这首歌吗？你还能在我左右？感谢大家没有点关注的，点一波关注啊！想听60几个 W，好轻松呀！我还是买不起。那怎么办呢？那怎么办呢？那通过直播间进来的哥哥们，我们都是有购车优惠的，跟主播发个私信，主播带你打骨折，好不好？抖音号说一下，叫小高老师啊，后面带个小彩虹，大家可以自己点关注一下，好不好？可以秒上千啊！你们说的太夸张了，没有这么夸张，大家没有点关注可以点一波关注，好不好？拜天卖的是啥车呀？我们的马哥啊，我们卖的是。奔驰的女婿房车来的啊，6座双床来的，6座双床给大家去坐的是咱们的这个，现在坐的位置是咱们的一个床铺这一块位置啊，我们给大家去到餐厅的位置好不好？给大家到餐厅的位置，能分期付款吗？